之前到的又白出了这一个盒碗，然后一直放在旁边，忘了开。他先前已经有出过第一弹，然后这一个是第二弹。里面就是这样六盒，先把上盒全部都打开啊，看里面。然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公仔加一个小地台，那看来地台应该都是一样的。的确，这次里面的人物有参加暗黑武道会的其他角色。第一个就是护羽吕地，整个地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看，它有这种地裂的感觉。然后整个护羽吕地 Q 版化，他平常的穿着大衣的模样。那接下来是鸭，那这一只鸭其实也算蛮好看的，它头发分魔线算蛮明显，然后整身的长发跟大衣，然后脸上的这个面具。这一只反派一开始是反派，但是它的人气也是算蛮高，正。小虎牙，然后大眼，头上的小角，重点是他头发还有给你一些渐层。然后他都是这种小的插销，所以你要把它压紧一点。牡丹超可爱，非常好看的一只，然后这个长马尾。无法做的造型也相当的漂亮。幻海，年轻化，少女样的幻海，看她的头发渐层，虽然小只，但渐层做的相当不错，就是旁边的分模线明显了一些。那整个服装设计上算蛮还原的。最后一只当然就是主角。优助，这是我最喜欢优助的一套服装。这姿势是荧光波动拳的姿势吗？感觉是。这一套合完的又白书第二弹，我个人觉得做的其实不差，整体评价六颗星。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做工、涂装方面，或是还原程度上，其实都有蛮强大的一个水准在。那喜欢又白书的就不妨参考看看。那第一弹也是算是相当的优，那这是第二弹，第二弹也是非常的不错，尤其还有添加了反派的角色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Love and Peace， 拜拜。